小心。 Thank you.
这应该就是终于找齐碎片了。 这张画风格倒是别，我们来看看吧。于雾里的海港处，有一孤舟，舟上有闻名九龙的霓裳乐坊。每逢登台献奏之时，夹岸而行，观客如流。而我，自幼便被送入此间乐坊，习奏琵琶，未曾登。 这里便是我的舞台，亦是我的囚笼。我虽为于是次子，却因龙印天赋平平，背负着来自尊亲的重重枷锁，只得日复一日困在这书斋里研习，不得而出。若我能像手中诗词、心中思绪一般，化作飞鸟，逃离这无光逼仄的地方。 龙阁的点天灯仪点，为世家大族们彰显实力之刻；而夺得魁首的家族，则可邀请霓裳乐坊演奏其乡曲。席上尽是觥筹交错，与虚词鬼数。但我却看见那些乐师们脸上，并无一丝笑意。顿觉一阵窒息，离开大堂，于月下随笔起誓，希望诗词化作飞鸟。 逃离这纸醉金迷之地，一张纸鸢翩然落至我的身旁。好奇之下，我不禁展卷读之，却被诗中所诉的自由洒脱之意吸引。我便将这诗改编成曲，于玲珑阁起奏。这是我的诗，这谁人在演奏？我随声入夜，来到阁顶。 撞见了那月下清冷的背影。我回首而望那寻我琵琶声而来之人，知晓孤独却向往着自由的眼眸，与我何其相似。同为折翼之鸟的灵魂一见如故。每当他吟诗之刻，我便在旁为其伴奏。小小阁楼之中，我们却仿佛身处广袤山河，犹如倦鸟归乡。 栖息于大自在的山谷间，平生第一次，我可以如此无拘无束地演奏。声声畅快的琵琶声宛如春风，推开了那扇紧闭的窗。琴声的主人希望趁曹乱之时逃走，与我一同离开这世间之牢笼。我也何曾不想从此寄情山水，诗词与歌赋共奏。从那双眼中。 我看到了他的决绝与执念，我点了点头。点天灯的疑点如期而至，月光之下，我抱着琵琶来到码头，等待那个带我逃离牢笼之人，但他却没有来。 相约乘船逃离的人，果然不过剧情断在了关键的地方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。只要是答应我的事，虽然他对应该是我的家族不，那种会我认我于冰。别。
这是余家的罪，这是我的罪。二爷爷的幻影又出现了，他说的罪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人？是我。对不起，你想，幽泉，数日。 只可就是幽泉，舞台丢人，甚至于幽泉，还不明白？因为幽泉，你只不知道你一无，所有的一切都会灰。推龙，好戏开场，列阵。 龙玉在呼应，这音都到二爷爷就在前面。叔父，有什么事我们完成？小兵，经过我们综合，小兵啊，剩下出，小兵你要叔父，小兵啊，所以我判断你的为了利，小兵我们已经出。可恶，切诺，这么导演。
起，你就是本神女座下第一护法。尔等怎敢触碰冰霜神女的先躯，当心被极寒之地的暴雪所侵蚀。别摸呀，小心粘一手发胶。又要出门，来打工啦！列阵。华华少女领闪亮登场，尔等怎敢触碰冰霜神女的先躯，当心被极寒之地的暴雪所侵蚀。你好啊，我是颜玉。
头发干嘛？羡慕我发量多啊？又要出门？冰霜神女之降临而恐惧吧。又要出门？大小姐，我们等候多时了。又要出门？大小姐，我要是拒绝，这样我就作为与世族人亲自考。不愧是大小姐。少女影闪亮登场，还好不是在参赛。来打工啦！打人不打脸。又要出门？就让他们见识一下羽世的风范。为冰霜神女之降临而恐惧吧，龟龙！神女判决。大小姐，闪亮登场，实力非凡。他们没事吧？只是让他们又……我问你，你们是我家的姑？为了保护您的一切东西，羽世家族力所用。啊，小兵，你既然接通了电话，你们听，前面又传来了琴声。难道萧然的幻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导演，不，我，你怎么突？其实塑造这座里，所以不止你。也就是说，之前，但由于时间，又全把自己的悔恨去。这座幻影的萧然小姐，余家对不起你。曾经我问导演，你大小姐，我觉得她有着，可是我这样才不会。萧然小姐，二爷爷的，你关注的角，前面那艘小，在这里，你是二爷爷吗？怎么，才几日不见，小兵就不认得我了？二爷爷正要去玲珑阁找萧然师傅一同作画。二爷爷，你在说什么？看来
与前辈已经把那些痛苦回忆全部抛弃了。现在的雨幽全善心，如果他无法接纳那些回忆，那是一个过程，一定会很痛苦。因为二爷爷，小兵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二爷爷，雨冰善心，我们或许可以。这幅画，二爷爷，什么？失忆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我们想要逃离雨家？我知道这个，我想起来，我身为家族的一员，享受着那些肮脏的财，我想要告那天，到底发，这是，我想起来了。等一下，雨家为了消除罪证。葬身火海，我连累了萧然，萧然，对。金枝起舞，又有出门。
又要出门。二爷爷心中压抑的悔恨竟然庞大到让这只大鸟于冰。二爷爷，我知道我不会进去，我一个小冰。二爷爷，小于前辈，多亏你，我从被求者变为了求人者。小冰，谢谢你们阻止了我，虽然我已经恢复人形，但我依然能感到我的意识。小友，趁我再次丧失意识前，拜托了。等等，导演，二爷爷，我作为家主，所以二爷爷。小兵，龙鱼，所以二爷爷。这气氛弄得生离死别的，真是让人好生感动啊。于老头，我来收取代价了。于老头，按照契约，我这就取走你的本命龙。长命锁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和雨幽泉做的交易。长命锁姑娘，长命锁，你们究竟做了什么交易？这就等龙玉消失之后，听于老头慢慢给你讲吧。可是要想龙玉破除，就只有……哎呀，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他体内的雨氏本命龙咒已经被我收走。是真的？哎呀，虽然非我本意，龙玉马上就要消……哦，小导，至于于老头，也不白拿你东西。你看看。是谁弹奏声声诉哀愁，飞鸟困孤舟，被数为笼中囚，枷锁重重锁，霓裳流锁，不住自由行。
我们都被长面所摆了一道。真是个神奇的少女，只是收走了我的龙咒。我也有同感，长面所虽然狡猾，你们是不是被他 PUA 了？导演，谢谢，我先送二爷爷回家休养。导演，我们也该回龙朝阁汇报了。绝对不好吃。
凡人休得僭越。急什么？地铁很晚才关呢。二位任务可还顺利？别装傻，老杜，那第一次见我。导演，不必。长命锁到底有什？沈老板，不，根据我们千象会这个组织，更重要的是，而长命杜某和沈夫人利用，没错，他们行踪不定。你要求的当品定额我已经上交了，拿到雨家的本命龙咒。可费了姑奶奶好大一番功夫。无人伤亡的大团圆景。少啰嗦，你安排的进士。Thank you.
戏开场。啥活儿？凡人休得僭越。你好啊，我是颜玉。
下，大铁头罩着你。急如旋风，威龙，飞檐走壁。来打工啦，欢迎光临，瞧一瞧看一看嘞，亮闪闪，记得仔细核对一下。谢谢姑姑，祝导演早日暴富。